你拿着水啊。上班真的好痛苦啊！如果办公室能有张床，就我会快乐一点。唉，上班就是为了下班。啊，由于前一天晚上就是太兴奋了，导致我做通宵熬了一个大夜，然后第二天起来的时候，在工位上就相对来说没那么有精神，就一直在打哈欠。我觉得，如果你可以更高效地完成你的任务，是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休息时间的。